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我现在是在山东烟台，这里呢是烟台的滨海北路，很多人呢是在这里赶海，我们待会下去去看一看。那里呢就是东炮台，在它的岸边呢有很多的帆船，还有一个黄色的大游轮。好，现在我们从这里开始下去。哇，它这里大石头很多啊，它这些石头上呢都沾了很多的贝壳。在这里找东西的人呢非常非常多。哇哇，这个海草，哇，它这个海草呢非常多，很多人呢在这里找到了很多小螃蟹还有小虾。哇，我现在已经在水里看到了很多的小鱼还有小虾。哇，它这里的小鱼和小虾还是挺多的。这里这块石头下面有个小螃蟹，哇，我捡到一个小螃蟹。哇，它这里真的挺好玩，在这里待个两三个小时也不会腻，有很多这个小鱼和小虾。我们呢就是从那里走过来的。哇，很多人都拿这个小桶过来的。它这里的小石头呢非常的多，走过刚才的礁石呢，前面是一片沙滩，在沙滩之上呢也有很多人在捡东西。哇，我真的太喜欢这些石头了。它这里的海草颜色很鲜艳，黄色的沙滩，绿色的海草，蓝色的大海。